清朝时期，有一对兄妹相互结为了夫妻，而他们相互结合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家庭非常贫困，哥哥难娶妻，妹妹则因为自幼面黄肌瘦，满脸麻子，长相太丑难嫁人，于是两人只能彼此结合，相依为命。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两人成亲之后非常恩爱，还生下了八个孩子。在这八个孩子中，有一个男孩子在长大后竟然成为了晚清时期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甚至可以说在当时的全世界都是举世闻名的存在。这段历史故事的开头需要从一个叫李殿华的人说起。清朝嘉庆年间，在安徽合肥磨店乡有一个读书人，名叫李殿华。他一生痴迷于科举考试，可惜的是李殿华始终没有考到功名。他屡战屡败，什么功名也没考到的同时，家境也开始日渐窘迫。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将家中的田地抵押出去，以此来勉强维持着全家人的温饱。李殿华的膝下一共有四个孩子，其中的幼子李文安从小就体弱多病，但是小小的李文安志向远大，他立志通过科举来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家境的贫寒导致李文安直到八岁才踏入了学堂，这比同龄的孩子晚了整整四年的时间，这在当时残酷的科举竞争中无疑是极为不利的。尽管起步很晚，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远远落后，但是李文安却格外刻苦，常常挑灯夜读，是要追赶上其他已经遥遥领先的学子。李文安的父亲李殿华，他欣慰自己的孩子如此知晓就如此上进努力，而且李殿华虽然生活拮据，但是本人心性非常善良，因为他懂得一些医术，所以经常为乡里百姓免费义诊。有一次李殿华在外出义诊的时候，他在路边意外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李殿华刚发现女婴的时候，这个女婴正在襁褓中哇哇地哭个不停，看着可怜兮兮的小女孩，善良的李殿华心生恻隐之心，就立刻将女婴抱起带回了家。回到家之后，李殿华就对女婴进行了仔细的身体检查，他发现这个弃婴染上了天花，他瞬间明白了，这个小女孩就是因为得了天花才被父母遗弃在路边的。李殿华心性善良，他并没有嫌弃小女孩而将她再次遗弃，反而决心要治好她的病，但是仅凭自己浅薄的医术很难治好小女孩的疑难杂症。在无奈之下，李殿华只好请来了专业的郎中来进行治疗。小女孩经过几次的治疗之后，病情马上好转了很多。李殿华心里很高兴，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因为家里本来就经济拮据，所以没有足够的银子去支付高昂的治疗费用。更何况李殿华自己还有四个孩子要养育，如今还得挤出钱来给小女孩治病，这经济上的压力可不是一般的大，要中途放弃治疗吗？李殿华不愿意，他接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卖掉家中唯一的一头老黄牛来凑钱。说卖就卖，李殿华在第二天就找到了想买牛的买家，顺利地卖了出去。治病费用的问题解决了，就在半个月后，小女孩的病基本痊愈。虽然病治好了，但让人痛惜的是，天花让小女孩的脸上留下了很多的麻子，这让小女孩看起来很丑。可李殿华没有嫌弃小女孩，依然决定收养她为义女。从那以后，小女孩就成为了李家的子女。小女孩在懂事后，非常感恩义父和义母的收养和救命之恩，所以经常努力帮着义父和义母做各种的家务。由于是义女，而且又需要在家里干各种粗活，所以李殿华就没有给她裹小脚。因为没有裹小脚和满脸麻子很丑的缘故，小女孩在李殿华的家乡受尽了外人的各种嘲笑和白眼，邻居家里的孩子也不愿意和小女孩一块儿玩耍，而且每次碰见小女孩都会兴奋地大声叫她丑八怪。但是小女孩并没有在意外人的冷嘲热讽和各种取笑，而是勤勤恳恳地继续做着家务，
打理着繁琐的家事。随着年龄的继续增长，这个被收养的小女孩开始越发自卑，逐渐变得郁郁寡欢。她认为自己的相貌会成为日后嫁人的巨大障碍，她为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和害怕。李殿华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却也无可奈何。他深知以女儿的相貌和条件，想要找到合适的婆家简直比登天还难。然而命运似乎早有其他的安排。李殿华的幼子李文安，他对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十分欣赏妹妹的坚强和善良，也被她的勤劳和能干所吸引。每当他埋在书堆里挑灯夜战的时候，他总能看到妹妹在一旁默默地为他准备茶水和点心。妹妹的这份细心和体贴深深地打动了哥哥李文安。李文安虽然专注于科举大业，但也逐渐开始暗暗关注起妹妹的一举一动。李文安逐渐发现了妹妹因为丑陋的容貌而十分自卑，他心中不免生出怜惜之情。所以在有时候，李文安会偷偷地为妹妹做一些小事情，就比如说帮她挑水劈柴，希望能减轻她的负担。就这样，两人朝夕相处，渐渐产生了超越兄妹关系的特殊感情。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感情是不被允许的，他们只能将这份情愫深深地埋在心底，不敢向任何人吐露。李殿华作为一个睿智的长者，很快就察觉到了自己儿子和养女之间那份难以言说的情愫，他当即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一方面，他希望儿子能专心读书，在科举大业上成功考取功名；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养女的终身大事，为此终日发愁。在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后，李殿华决定打破常规，亲自为自己的这对儿女牵线搭桥，让他们结为一对夫妻。他同时也很清楚，他的这个决定很可能会招来街坊邻居的巨大非议。但是没办法，儿子太穷难娶妻，女儿太丑难嫁人。他更看重的是儿女的幸福，如今两人情投意合，恰好可以相互成全。接着，在一个平静的夜晚，李殿华将儿子李文安和养女叫到身边，开诚布公地谈起了这个问题。当父亲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兄妹两人都惊呆了，他们不敢相信父亲会有如此大胆的想法。但是当两人听完父亲的解释后，心中的不解这才逐渐被喜悦所取代。李殿华为了避免招来不必要的流言蜚语，于是决定为儿女举行一个低调而隐秘的婚礼。婚礼在深夜进行，只有家人能参加。虽然场景非常简陋，但却充满了温馨和感动。哥哥李文安和妹妹在烛光下相互许下了相守一生的诺言。李殿华欣慰地看着这一幕，坚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接下来婚后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甚至说是充满了坎坷。在结婚后，李文安时不时的就会受到外人的嘲笑，大家都讽刺他娶了一个丑八怪。可是他不以为然，继续刻苦的学习，专注于科举考试。而他的妻子则全心全意地支持着丈夫的事业。李文安的妻子不仅要照顾家庭日常，还要想方设法挣外快贴补家用。他织布做鞋，有时甚至还会到富户家中做钟点工，而目的只为能多挣一点钱来养家。可是丈夫的科举之路漫长而艰辛，李文安后来多次落榜。尽管生活困苦，丈夫的事业没有起色，作为妻子的她却从未抱怨过一句话。她总是鼓励丈夫不要放弃学业，相信终有一天会功成名就。每当李文安因连续落榜而感到沮丧时，她总能用温柔的话语抚慰她的心灵，给丈夫继续奋斗的勇气。在这段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夫妻俩的感情不但没有因为生活的磨难而减退，反而变得更加的深厚。两人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李文安35岁的那一年，他终于大获成功，高中举人。李文安终于为这个饱经磨难的家庭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这次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李文安，他决心更加努力，去争取更大的成就。在妻子的鼓励和支持下，李文安继续挑灯夜战，最终他又成功考取进士，一跃成为了清朝的高级官员。这个曾经饱受贫困的家庭，终于迎来了家族命运的转折点。李文安考中进士之后，妻子亲自担任起了家中的智多星。由于李文安考中了进士，当地很多人都前来拜见和祝贺，这其中不乏有送礼的，也有给钱的。李家里的其他人看着眼前的场景都很是骄傲，只有李文安的妻子，她从来不将自己的情绪展露在面容上，她也从来不会收取外人的礼物和钱财。与此同时，她还经常提醒李文安说，现在你的权力大了，地位也变高了，但是责任同时也大了，我们不能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也不能过于骄纵，还是脚踏实地做善事最好。李文安听了妻子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接着在第三天，李文安便下令不再接受外人的礼物和钱财，同时还将以前接受的东西进行了分批次的退还。后来这件事情传到了道光皇帝的耳朵中，道光皇帝认为新上任的臣子能拥有这样的一位贤内助，则本人一定是一位可塑之才。在妻子这位贤内助的影响下，李文安的官场职位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与此同时，李文安的妻子还担任着家庭老师的角色。因为在婚后，李文安的妻子一共生下了八个孩子，其中有六个是儿子，这为他们老李家足足地添了一把旺盛的香火。李文安的妻子作为家庭老师，她将自己的八个孩子都培养得很出色，不仅让六个儿子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同时还替两个女儿找到了美好的归宿，这不就是名副其实的旺夫吗？在李文安的八个孩子中，最有出息的则是次子李鸿章。李鸿章自幼聪慧过人，在13岁就中了秀才，在21岁就中了举人，最终在道光27年1847年，当年24岁的李鸿章高中进士。李鸿章在进入官场后，他的才华和能力很快便得到清廷的赏识，随后便开启了辉煌的仕途。随着李鸿章地位的提升，整个李氏家族也逐渐成为了显赫的名门望族。李鸿章的母亲，也就是那个曾经被人嘲笑的差点死在路边的丑八怪小女孩，如今已经苦尽甘来，彻底蜕变成了望族里的一品夫人，后半生享受着无尽的荣华富贵。我们知道李鸿章是近代历史上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首先，他一手创建了淮军，为镇压太平军和抵御外敌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李鸿章还倡导并主持了洋务运动，同时还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海军，这为此后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打下了前期的基础。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卖国贼，而后人将他定义为卖国贼，则主要因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李鸿章在外交上多主张求和，而不是竭尽全力去抵抗侵略。另一方面，李鸿章也代表清政府签下了不少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李鸿章是一个在历史上褒贬不一、富有争议的人物。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李鸿章此前做出的那些卖国的行为，主要是因为当时晚清政府自身的腐朽和羸弱。而作为外交官的李鸿章，则不可能仅靠自身之力去弥补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巨大的实力差距的。所以，他才无奈做出了那些卖国的行为。其实，在本质上，他只是代替清朝的皇室，背上了所有的骂名和黑锅。总而言之，李鸿章无论被后人如何评价，他在晚清历史中的地位不可撼动。每当我们谈论起晚清那段近代历史，就必然会提及李鸿章，毕竟他在那个时候是朝廷头号重臣，以及慈禧太后身边的大宠臣。因为又要负责外交事务，所以完全可以说他在当时的全世界都是举世闻名的存在。